被关厕所了，今年这种事都没有遇到，没办法，只能出窗户逃走了。广场上是有两个厕所的，然后他不会都锁，就是晚上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不够，他会有一个锁，就是具体的话根据那个保洁人员的那个排班。一般来说，阿姨在关厕所之前，她都会就是在门口喊一下嘛，里面有没有人。